的上帝，我的护卫者啊，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，我在患难中你曾经帮助我，现在求你怜悯，垂听我的祷告。你们这些人啊，要羞辱我到几时呢？你们爱慕虚妄，追逐虚伪，几时结束呢？要知道上主与选召我归属祂，祂垂听我的呼求。你们要心存敬畏，不再犯罪。在卧房寂静无声的时候，要沉思默想，你们要向上主献当献的祭，一心信靠祂。有好些人说，我们多么渴望承受复杂，上主啊，求你用慈爱光照我们，你赐给我们的喜乐远胜过五谷丰登、美酒满溢的人所享受的喜乐。我一躺下安然进入睡乡，上主啊，只有你能保守我安全。